乱世中置身于虚名，笑而谈何容易，一心为众生逐名义，即是留谁的名。日落暮息匍匐天命，坦然消失在风里，豪杰如天命渡几场游戏，生死无需在意。人海找不到你的身影，与相思永世相传，解不开乱世恩怨，救不出儿女情短。星辰停留在云的那端，迷失于战乱之晚，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父亲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一定不会再为儿女私情犯浑了。真的，相信我。想通就好了。嗯，市政厅有一个秘书长的职位，你就从税务部到市政厅工作，算是好好磨练一下自己。嗯，好，一切听从父亲安排。叶会长，不好意思，您怎么来了？穆大夫，你好了。闺女长大了，是不小了。清晨，你也不小了，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大事啊？啊，会长，我来云海市只为一心学医。嗯，况且啊，我家里的礼节太多，终身大事我一个人决定不了。这倒是。哎，我听云儿说你家乡在深山里面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爹。嗯，兽医一心只想提高医术，别无他求，我们的事儿不用你管。哎，清晨啊，啊，还不追？
不是我不识趣，是族规难违。想当年我叔叔就是因为跟一个外族女子私奔，差点被处死。你们族规真有这么严格吗？就没有例外啊？没人可以违背族规，包括我。 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，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心里一直有你。切！你以为谁会在乎？反正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你说的，你可不许反悔啊！说到做到。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就不怕我通风报信吗？还有叶云长，我告诉你啊，木星辰是我的，你别想打他的鬼主意。 小精灵还想学人谈恋爱啊？啊！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好，放开你！哎，对了，云长，上次乔震天替我们挡了子弹，还受了伤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不是致命伤，在家休养呢。 他上次把你抓进格力区，还找人害你，你都不恨他？虽然他害了我，但是也救了我们，扯平吧。也是啊，要不我们买点礼物去看看他？ 好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喜欢叶小姐，你就喜欢吧。 你干嘛非要替他挡子弹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家就你这一个孩子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要我和你爹怎么办？啊，娘，一点小伤这不没事吗？没事，快喝了。夫人、少爷，叶家小姐来了。快请。是。 乔夫人好，怎么样，好点没啊？当然不好了。要不是我儿子替你挡了子弹，躺在这儿的恐怕应该是你吧。娘，上门都是客，少说两句吧。谢谢你来看我。哼。哎呦。 我立刻就不舒服了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很难受啊！哎呀，乔局长，您挡子弹也救了我一命，我肯定得来看看你了。你现在看完了吧？你快走，我看你就烦。来，把这个喝了啊。这位气质高雅不凡，想必一定就是乔夫人了。不过我看您面色有些憔悴，想必。 是不是有心虚气短的症状呢？还真被他说准了。哎呀，最近我这睡眠呀，实在是太差了，总是晚上
不停的醒。不过放心，我身边的这位叶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，给他看看。要是乔夫人不嫌弃的话，我给您看看吧。也好，那就试试吧。喝了啊。好。我看你状态挺好的，是不是很快就能养好了？自从认识你，我就厄运缠身，你怕是我的灾星吧？自己运气不好，怪我干什么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抓了？那你想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？有人想烧死隔离区里的所有人，然后嫁祸给你。如果云长死了，乔家和叶家势必会展开一场大战。看来你心里有数了，到底谁干的？这些年父亲对你也只字不提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。市面上的特效药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当然不是了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调查过，那些让人上瘾的特效药是你们从藤原斋那儿进的，现在你又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他们自然想害你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。如果我不帮他们卖药，而是任由叶云长治好了毒狐峰，那么日本人肯定会加害于他。现在你又研制出了解药，那么日本人自然也会对你恨之入骨。好，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那就先把眼前的恩怨放下，共同对付日本人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合作？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输给日本人？是因为我们总爱窝里斗，互相残杀。你和我之间死任何一个，日本人做梦都能笑醒。那场大火没有烧死隔离区的人和叶云长，他们没法嫁祸在你身上，所以只能想着干掉你。毕竟你掌握了云海市所有警卫力量，让云海市乱才是他们的目的。这件事不好调查，你也很难派人去调查，所以这件事情只能靠我了。你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。行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只能你知道，我知道，谁都不能告诉我，包括叶云长。哎呀，这我知道。我问你，
你以前是不是亲过叶云长？还有，是不是你让他跟我退婚的？那人家不想嫁给你，你也不能逼人家呀。我就想知道你亲没亲人家。无可奉告。哎，亲过没有啊？别问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吴星辰，云长，你到底亲？无可奉告。你回答我。走。哎，那乔夫人，我先走了。这天你好好休息，拜拜。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想带你来看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。天色微亮，想着你哭红的眼眶。梦若太长，换你一生怎样？爱未央，清风水长，嫣然笑，一抹香。还记得曾经的模样，执子手，醉流光。谁为最爱的手你到天长？若来生情难成双，对岸等月光伴你一世。爹，坐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都吩咐下去了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您的病又重了，要不再找医生看看吧。老毛病是不好了。别这么说，养一养就好了。真田，再过四个月我就五十了，我是活不过五十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找办法治好您的病。这儿呢。你很无聊吗？这什么呀？这是保养皮肤，对皮肤好的。所以你就找我来试？那毁容是算你的还是算我的？怎么可能毁容啊？我会害你吗？啊，你看我真诚的眼神，会害你吗？行，那给你试试。这就对了，乖，来。看着我干嘛？把眼睛闭上。为什么？我让你闭上你就闭上。我就是想多看看你。那你看吗？
您稍等一下。给。辛苦您了，王秘书。嗯。您先去忙。好。啊，原来是齐探长啊！这么晚来我们医馆有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看病啊！好，那里面请。来走。哎呀哎呀，疼！哎呦，齐探长脉象稳定，简直生龙活虎。不像是生病的人呢。啊，我是来治结巴的。哦，治结巴呀？哎呦，真难捉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我先走了。还要等一下。嗯，那，你每天含着这块石头。念诗词一个时辰，只要坚持得下来，口吃，不药而愈。你真的假的？你以后定期来医馆，我监督你。如果不成，我倒赔你三块金子。一言为定。快，快点！你啊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归家寒夜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处世风。嗯，不错。但是你要想象，你是刘邦，你是一国之君，你正要一统天下、大展宏图之时，所以你要喊得更自信、更大力一些。冯阳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大声一点，威压寒夜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处世风。你要记住，你是刘邦，你是王。我是刘邦，我是王。出来可能会胃部下垂，出血感染，胃部穿孔，还有可能小命不保。不是，这可怎么办？爷的，你救我呀！哎呦，别慌呀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看，把这一桶油喝下去，什么都能排得出来。你这
这管用吗？这拿着。再信你一次。快点。哎呦，快点。噔噔噔噔！哎，你们故意的吧？吃这么多，这吃的越多，排的越快。自己考虑一下吧。不是，哎呀，快吃！哎呀，快吃！哪那么多话？你吃，吃！吃的越多，排的越快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吃！大口吃！大口吃！快吃吃！嚼咽咽。使劲咽，使劲咽，快点吃，吃了马上就能排了。吃。哎，你别嗯了，我整个耳朵里全是你嗯的声音。长鸣声很响亮，估计一会儿就能排出来了。我已经便秘好几天了啊！便秘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就像是洪水遇到了堤坝，不把堤坝弄开，我怕你肚子会炸呀。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得你帮下忙。怎么？这是甘油，有极强的润滑作用，用它痛一下。你怎么这么恶心？要痛你痛，我不痛。咱们是医生，再累再苦都得做。我下不去这手。那我来吧。哎。上辈子是不是欠的？还要干这
这种脏活累活。你干嘛呀？帮你打针，快点儿。快点儿。你们看，我找着了！怕什么呀？我就让你们看看，我都已经洗干净了。行了，你快拿出去扔掉吧，臭死了！我真的洗干净了，不信，我再喊给你们看呗。还有点喝油吃韭菜了，那可不是吗？不过齐飞好像不口吃了。齐飞，你再说两句话试试。我好像真的不口吃了。嗯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，我去趟厕所。我肚子有点难受。这办法还挺好用的，就是有点恶心。是否有缘才能够
和你相守，你会奋不顾身，还是太过唯独，为此我常常自愁，长短一样。